大家好，我是纳禄安大酒店副董事长林丰明。提醒您，接到不明来电，自称亲友邻居，聊天装熟，并以刚换新手机门号为由，或是要求重新加 LINE， 这很可能是猜猜我是谁诈骗手法。尤其是长辈，特别要小心注意。当滑手机的时候，如果接到自称是远房亲戚的小孩打电话来，以伤病急用、投资周转等借口要求金元，因为从电话中一时难以辨别的状况，千万别着急着把钱汇给对方。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先挂掉电话，以各种方式找到本人求证，或询问其他亲友，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。